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眼睛有点睁不开了，好累，感觉肾透支了。谢谢情路丹的石油王送顶光炮，这哪位呀、啊？是哪位的小号？谢谢 B I O T O X V R Y K O L 送的玫瑰花。晚上好呀，大明星哦！希望某年 N 年之后会成为大明星。谢谢乖乖仔送的巧克力，谢谢乖乖仔送的荧光棒，不可说，呵呵，呵呵，有啥不可说的？脸怎么又大了点？踢出去！我不喜欢听这种话。大总统，是的。之前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同学给我写明信片，就是说祝我以后当上那个，就跟大总统就是一个地位的那个啊，不可以说。怎么渗透？太累了，排练。好过分呀！你说话不过分吗？我就是这样，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，你夸我，我就夸你。你要是说不好听的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好，小兰，谢谢情路的石油王送球。石油王是什么？你们听我的声音都变了，唱太多歌了，泸州手。你可以，不是，那个不能说，那个不能说，反正就是跟大总统差不多的。大总骂你，这叫谨言慎行，不敢骂人。多喝水。好的。刚点了菠萝，那确实不敢说。喜欢情路丹，情路丹会喜欢我吗？前提是你要先喜欢我。可是你现在并没有喜欢我。占卜被骗了多少钱？没有被骗呀。哪次占卜啊？我没有占，那次占卜就中中一个人占了，因为我之前。在那个道观门口算命被骗了，我以后就不信这些了。但其实还是信的，但是那天比较赶时间，要去看那个 live， 我就感觉就是整太久，怕来不及了。菠萝跟凤梨差不多，没有，我很喜欢。你把你表情去了再说话。没有看出来你喜欢我，看出来你挺讨厌我的。自己给自己学那个东西太难了，真的。晚上好呀。我最喜欢情路丹，么么哒。今天真好看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久开张，还没批下来呢。宝，晚上好呀，家人们。好温柔，不温柔，我只是累了。平时可凶了你，
谢谢铁血丹推送的蹦迪。我怎么讨厌你？那你说我脸大，只有讨厌我的人才会说我脸大，喜欢我的人都会夸我，说宝宝你的脸好小，好喜欢。谢谢铁血丹推哦，刚看我真的是看晕了。现在眼睛晃的，等开张就拉票，对，这样就不会累了，心不会累，但是身体还是会累的。你们别这样，能不能有点创意啊？别学我，怎么能自己想一想？太假了。眼睛好大，这个我喜欢。脸都丢完了，怎么可能？什么脸都丢完了？我最近干嘛丢脸了？两个队拉票排不完，对呀。谢谢铁血丹推送的蹦迪，按摩。好想按摩，想叫一个那种上门按摩。我之前看那个电梯上那个广告贴了个什么上门按摩的，全程都可以，全市都可以。不是，我说让你们自己想夸我的话，别学我。你说还有无形？是呀，这不。大家都知道了吗？怎么你也歪嘴？浅歪一下嘛，还是不能经常歪嘴，歪嘴歪多了，歪不回去了。青春时刻，不知道。妆很好看，妆好看，是妆不是我。上面。我不知道，没点过，肯定是正规的呀。芝麻，盲人戴墨镜，那你跟我一样，我也是个直男，我很不会夸人。花园舞曲是啥？你都不知道？花园舞曲是很出名的歌曲啊。还上过那个炙热的什么来着，炙热的啥我们还是什么，嘴好小，我还把我嘴吐后呢，你歪了不直了，什么瓜，我很直好吗，全四方没有比我更直的人。上门怎么不正规了？哇哦，这个诗太那个，太高级了。我们不是在做，我们是第一次出发呢。一个瓜三个花，对呀。我只是其中的一朵花罢了。我很想当那个瓜，谁懂啊？你是现在值，之前不值，谁跟你讲我之前不值的？不信谣，不传谣。的话还有这么多人能保护我干嘛？好的，哥哥仔真是绞尽脑汁了。谁是瓜？你猜？全阵容最贵的话，我知道是那个小四前辈那一把。
怎么不合适了？都没试过。我什么时候自己承认的 ？Oh my god！ 我当时我说什么了？我没有自己承认过。跳棋是一个花配四瓜，那还就是要特别的那一个才好，就是只有一个那个，就感觉很爽。黑与白，之后可以换着跳的时候我就跳。黑与白还挺好听的，我觉得。什么之前不是我没有，那我是说那个，我说的是其他事情，你应该记错了。谁可以当花？当我的花吗？全所有人，所有人，有我这个。这个气质，所有人都可以当我的话。对呀、啊，我那次说的是坐直、啊，我都不记得我说过什么。好土的土味情话，别说直不直了，行吗？我很直，我坐直行了吧？不行，调节一下。你们好恶趣味，值不得。好的。我等那个外卖来，我顺便去门口拿瓶水。哦，我旁边就是我的嗓子。Oh my god！ 不开工也很无聊，是的呀。想想直播了，因为今天正好化妆，他们说今天要拍什么素材，然后就让我们化妆去排练，就是我们刚进公司的反应，然后我们表现出哇哇，死过瘾。好牛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这种反应，然后就让我们化妆，穿着衣橱，很正常。公园啥时候？没确定。好幸福，确实那个比我想的要正规。比我想的要正规很多，因为之前重办那个公司，它是在那种居民区里面开整了一栋楼，然后当的那种公司，还有排练室，就像洗浴中心一样。但是这里的这个公司就跟广巴的差不多，就是那种写字楼里边的。小会被连夜，我累死了，不想连，今天很累。我现在已经没有social的精力了。草台班子，就是我以为是那种，就像，就是没那么正规，就是那个公司没那么公司。
宿舍还不知道，宿舍还没修好，还没打扫好。但是听说咱们住的还不错。边边有，原来是都化妆，是呀，因为要求我们要化妆。一般我们化妆都是一起化妆，不化妆就一起不化妆。好土，救命！看不得这么土的。这三黄碗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有人给你悄悄说了吧？真的很远，附近都没有外卖。外卖往下稍微翻一点，就是什么鲜花蛋糕的了。正规，我是说我以为不正规，感觉开公演我们也想开，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想开就开的，大家都懂吧，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太怪公司或者怪他们，很多事不是身不由己。好土，我要疯了，受不了。拍照片泄露明显的地理信息，谁呀？怎么笨笨哒？小笨蛋。广播宿舍，不是，是独栋的那种。广播的是公寓，广播是像那种小公寓，一间一间，但是这个应该是那种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。就一动你被骂了，哎，回去了还没开外卖呢，就是有人敲门，等一下，回来了，我的外卖怎么？呵呵，我连中心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没有去中心，我们只去了公司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你们练习的地方嘛。嗯、差不多跟广播，广播那种写。广播大吗？没有广播大呀、哦，怎么可能广播？你在没播吧？在播。那我不说了。我退出去，你。下播我再播，再慢慢给你接啊。好的，我回来了，我先播。啊，好嘞。好离谱啊！我才是离谱，因为我姓何，我是 A B C D E F G H。不好嘞，躺下。当外人。这些事情不把跟你们讲了，那咱们可能以后都见不到了，就不是外不外人的事儿了，咱们就可能直接不在这个公司了，相信你们也不想看不到我吧，是吧？如果说了的话，咱们可能就是以后都见不到了，那你们想知道吗？想知道的话，那我就说咯。想的你以后可以噔噔噔噔猜到，就是没有发的通知不能说、啊、可惜了，可惜什么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，我又没死，没那么严重，收到、okay、哪有，我去，他刚刚发了，
测的这么严，没有啊。没怎么，没怎么呀。他发通知我看一下。Hello。通知啥？我不能说啊。抢回大壮，抢他干嘛？有什么？没什么大事，很小的事，只是不好说。反正你们到时候都会知道的。谢谢铁血丹推送的蹦迪，首页没有通知啊。现在就行，那我现在直播跳给你们看。我点的水果，现在不能嬉不嬉皮的，现在不能说这些，现在要谨言慎行。谢谢。他们不想跳水域，是的，就是大跟那个宣传片站的差不多，前面的就站前面。谢谢采光灵王送秋天奶茶，左还是右啊？有左有右吧。宣传片开票之前，开票的前几天可以看，这个可以给你们讲。是的，想去上海。七贤，只要可以帮你一点忙，减轻你的负担，我就很高兴。为你做的事儿，我给你发火，对不起啊。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管其他的事情，连爸这个工程都拿来借款，没有精力再多嘴。你应该知道我有多爱你。等着你回家。回水哥，回水哥是咱们老板儿。后舍因为不是说舍因为只有两个吗？喂你们吃一口，吃吧。事情到了谈判的时候，我会尽快把这些事办好。那好吧，明天我就去整一些企业家。算了、okay. 我们还不够心吗？过了，凑个整下了。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过了这，我想我之前还放过。谢谢年年送的荧光海。哎呀，主要是你们一直问我公演的事情，问我那些不能说的，不知道，就是明不能说，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真的被你结婚了，我真的被你
直播全在问我这个。直接想见我，那你们都是推我的咯。刚刚问我的，默认你们都是推我的。几点下？三十下。谢谢铁血丹推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。这样好像蜜蜂小狗啊，对，这样又变成蜜蜂小狗了。花花姐你可以去问黄老板。花花去问黄老板，黄老板应该会给你讲。我这还不想当蜜蜂小狗了，太难受。什么什么相亲呢？还要娶她？嗯。真的要把她嫁出去啊？哎呀，老公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是应该把她嫁出去的，你总不能把哥哥的孩子带到身边，这也不像话，是不是？小狗。啊！我还给她换。太难受了，当蜜蜂小狗。哇，发发姐好爱黄老板啊，不问他就是来过来问我。还能去哪儿啊？去结婚啊。我结婚真的，我结婚了，当然是真的了。子琪回来了，在外面等着你呢。什么活？早知道我现在给你买件漂亮的衣服的。这儿穿。你穿的也挺好的。在说什么？哎，谢谢发发的玫瑰花。不问了，没必要。哼，就是来套我的话，别舍不得问黄老板。你的学历和家世，我看都还行。假如你们谈得好，将来能结婚。董事长，我光看照片，活不下去呢。你放心，我想我们一定谈得好。你不会活不下去的，我一直都在呀。我真正这样就可以结婚吗？结婚不是要穿婚纱吗？太好了，到四川太远。对呀、啊。嗯。王林小姐，你好，我叫陆冰。你好，这都是叔叔，你卢哥哥呢？卢哥哥他很忙，没时间，所以我叫陆冰来陪。花花姐给我震撼送礼，我就给你讲。叔叔，我要跟你。晚上好呀。王林小姐，你喜欢什么？要不去吃牛排？牛排？好啊。吃啥呢？吃菠萝。菠萝、凤梨，我看我买了菠萝还有凤梨。我买了一盒菠萝，买了一盒凤梨。五二四的生日，一定有很多人说你长得漂亮。你看你的手，那么细致，那么柔滑，关键是从头到尾没有一点不漂亮。可你也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我不能说。
几月生日？我七月的。菠萝多少钱？几块钱？一盒几块？十块钱。嗯，六一八，天猫狂欢吗？羡慕吃吗？谢谢爸爸送的玫瑰花。嗯，我们每天的饭，中午饭跟晚饭都是感觉一毛一样的，而且饭很多，菜很少，根本就吃不饱。我又不喜欢吃饭。回翻牌有空就回。背景好像好看，是的，快去看吧。谢谢三元送的蹦迪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就那个饭盒，对啊，每次都是那个，今天换了个盒子，换了一个装饭的盒子。回家的诱惑我没有看，我只在听，跟工地盒饭差不多吧。菜真的好少，菜就很小一个格子，饭就很大一个格子，而且菜它虽然有三个菜，但每个菜量特别少。哇，这两盒的味道还真有着不一样，说实话，菠萝跟凤梨的味道还真有着不一样。真的很油，每道菜都很油。饭就是拿来吸油的。宵夜的地方，成都我也不是很了解，等我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跟你们讲吧。好惨，真的啊！你在？你是不是觉得珊珊也是挺？那你不是在广州吗？但是我实在不想去相信他是骗我。我有一点我倒是非常肯定。哦。这个女人。那我吃，就是刚刚那一盒感觉要酸一点，这一盒感觉就要没那么酸一点。珊珊啊，但是我嘴巴现在吃的好麻呀。很好喝啊。菠萝跟凤梨。蜂蜜汁特别好吃，下次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哎呦宝贝，哎呦宝贝呀，你慢一点呀，慢一点啊。
不行，再吃我嘴巴就被麻死了。今天运动量太大了。每天18公斤很难吗？这是什么梗？不知道。口腔溃疡，不吃了不吃了，好麻呀！救命！明天我们要去试衣服。对呀，今天还在酒店，我们要住一个月的酒店呢。怕糖水，不知道他怕不怕苦，怕被叔叔管。等会儿我就去说。是的，明天去试，明天去剧场试。换了酒店呀，好想看一下我 UNIT 的衣服。啊，好麻，不吃了，再也不吃了。为什么要买这么多？丢了。哎，好难受，嘴巴里面。不会变小狗的，我不会过敏。不知道，没看呢，现在都，我都没看，我怎么知道是什么风格？谢谢喝杯丝袜拿铁送的九个秋天的奶茶。别吃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没吃完，我把丢了，说的很实在。试了，明天再给你们形容一下吧。喂，喂，阿姨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对你来说应该是好消息。但我估计我的UNIT应该是红色的，团服像雨披，笑死，那个是周总买的什么防晒衣，让我们上班的时候穿，好丑啊。像卖西瓜的，像那种，像教像学像学那个教练，像学车的，就是像你们去学车的时候穿的。真的，我是不会穿的。我穿我自己的衣服，我戴好自己的口罩就行了。就我感觉他怕别人认出我们来，然后穿那个衣服，那一堆人穿那个那么丑的衣服，穿一群更引人注目了。还知道防晒，笑死了！我上班不穿那个，我要是平时出去玩，我可能会穿。他们在那试，我都没有试，因为你穿上那个衣服，根本认不出来谁是谁，一点也认不出来，就是。真的一点都认不出来，我要看他们穿的鞋子，我才知道哦，这个是谁，这个是谁？不是，是经济姐姐选的。一群人穿就不尴尬，一群人穿感觉更引人注目，像什么夕阳红旅游团、老年旅游团，看眼睛人，眼睛都认不出来。羽绒服 CK 防晒，卧龙服 CK 系那个羽绒服我也穿过，看眼睛。
根本就看不到眼睛啊，它上面有个帽子，然后那个口罩这样子，那就只有这么一点露了。Hello。我知道我在那边，我看那个气势吧，我感觉有烟有烟。哪有小钟摆？我就是小钟摆。黄色不摆在阿姨拍的，就是很像学车的穿那种。我学车都不穿，哼。摆在那。那种六角星，六角星什么？哪个烧？妖娆点。他站在那种花的面前，然后拿着那个花在那绣，然后拿那个丝巾随着风飘摇拍张照。小钟，小钟拍。对呀对呀，开玩笑的。听那样子说好饿，我就开始饿了。我听不得吃跟饿这个字。光吃那个就又不顶饱，这样运动量太大了。烤猪肉，一瓶一份外卖，吃它。中午就吃的很少，但是最近瘦了一点，我又不敢再吃了，感觉吃了之后，人家瘦的就白瘦了。再点一份奖励自己，就是每天都在要不要对自己好一点和对自己狠一点当中反复跳跃。像我们跳了好多遍，就是一首歌跳了很多遍，然后又拉了。就是最开始我们下午自习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头到尾跳了一遍，然后老师来之后就每首歌扣动的扣又跳就跳，然后晚上又从头到尾跳了一遍。天一顿对自己喊。可我这来到这个郊区都没有什么外卖可以点。哎呀，没有手机支架好累呀，真的。差点在这自家，说的好。郊区工业区，不算郊区吗？感觉附近挺郊的耶。我让他寄过来了，我不想再花钱买。48下播，40了，下了，改天见，拜拜。晚安，累死了。晚安，拜拜。